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 Princess 夏酱，好久不见。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介绍超级好用的日本的亚马逊 Amazon Ranking 的 Number One 排行第一名的超好用打扫用具闪雪耶！那快要过年了，相信大家都在忙着打扫。那我的话呢，其实是2020年的8月的时候，突然生命危急，就紧急住院开刀这样子。因为生了重病之后，开始注重打扫啊这些的东西。然后呢，我一出院的时候，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房间做的东西都丢掉、砍掉、重练，就重新排列，对身体比较好的风水。这样每天也会给大家看。然后我就在日本的亚马逊上面找到超级好用的这个打扫用具，也想说推荐给大家。那大家可能看得出来我是在外面外宿，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三样东西，我一直不敢在家里使用，然后就留到今天在外面用。一个很酷的东西，买了很久，很期待，一直想要用，一直不敢用，所以呢就请大家看到最后。好，那我们赶快现在先来介绍第一样东西， Quick Wiper。这个东西就是它可以组装，然后变成超级长，可以拖地板，也可以拖那个天花板这样。然后，想跟省钱的朋友讲一下，这个是它原本里面就附的 Dong， 所以它是特别强小的，一些很顽固的什么油渍啊、厨房的那一种，它都可以完全去除。还有另外一个牌子就是这个 Web， 我看很多日本人都推荐说，如果想要更省钱的话，可以用这个牌子的织布，也是合的，它这个清洁效果好像也是不错。这个啊，它有分干拖跟湿拖的两种这个抹布。你想湿拖的时候啊，你事前就不用再干拖了，就是这一张，然后你就干湿就一起。那如果有时候你是不想要有湿湿的，就只要干的就好，那你就可以用干的这样子。然后啊，就是不管是这一排的纸巾，还是这个 Quick Wiper 这个本身的纸巾啊，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开封一年了之后，它都没有干掉哎。然后这个其实在台湾的虾皮上面也有人在卖，所以大家可以去买哦。这个牌子在日本是超级超级有名的，是一个很热销的牌子。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虾皮上啊，台湾人的这个评价都讲说，哦，这个牌子真的是太好用了，跟其他的牌子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没有它不行这样子。然后它的这个组装方式也超级简单的，就这样插进去，这样而已。然后啊，因为其实我还没有洁癖到说就是在外面住宿还把家里的这个打扫用具带过来自己打扫，但是我这一次为了拍片带这个东西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要长期在外面外宿的时候，我会蛮想带它出来的，因为它就是拆解之后就是超级 compact， 就体积超级小，这样子很轻巧。然后它整个组完就是这么的长，超级长，对，就是整个天花板啊，就完全可以很轻松的碰到。好，那我有在家里使用的影片，请看。好，我现在要脱这个下面的。然后床底就是我很困扰的是，因为床底都会有这个双夹角嘛，我有吸尘器，可是吸尘器很难进去，因为吸尘器它有一定的宽度嘛，它那个头想要吸它的时候很难操作，然后又重，然后我常常撞到那个角。来试试看，先脱。哇，马上就进去了，超级轻松，真的超棒的。就是这边的平常就是一般的那个吸尘器，我会一直卡住进不去。然后这个真的，它头超级灵活的，然后连那个最深处最里面的地方，我都有办法这样子一只手超级轻松的拖到，而且我还一手拿着手机在录影，这个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扫的最干净、最透彻，这样子拖一拖，然后会出来，有够灵活的，超棒的，超级好出路。我平常每次都是会卡住哇，真的太棒太棒了，就是有这些东西在那个扫地会很快乐就是那个扫地都变有趣了真的，你会很想要扫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就是那个不好扫，然后你觉得就是有些地方都扫不到，就心情就会觉得那个不完美。哇，天哪，有有灰尘都有抓到，你看到这个就会觉得满满的成就感还有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个地方是，像这样子线很多的地方啊，就其实怎么讲你都可以就是随便这样拖
拖不进去。就是当然那个，因为我现在一只手，就是你把它拿起来就很好拖。但其实如果你很懒，其实这样子它都很好进去。我又发现它一个优点，因为啊，它的这个就这边侧面很薄很薄的关系，像这种啊，这个小缝隙有没有？这个它都这个边边呢，它都有办法这样子顺便扫到拖到哎、欸，你看都刚好这样子，哇，这样子就干净了。那其实像这个椅子啊，就是我的这些椅子，这个都可以这样很轻松的进去，哇、啊，真的是无障碍无压力，真的是太棒了，耶、yeah, ，开心，真的是有够快的，哇，而且这个很轻耶，我真的单手就可以这样子一直操作。我觉得对于这种拖把这种东西，比起那种你要去洗它拧它的那种形式，我还是会比较喜欢这种抛弃式的，还是会觉得抛弃式就是每用一次替换掉一个新的，会觉得比较干净，好像比较没有细菌，就可能因为生病之后开始会很在意这一种它上面有没有残留菌啊这种的事情，抛弃式的使用起来我觉得安心很多，而且它的这个持续力我觉得非常的好，你光是一张哦一面你就可以拖好大的面积耶，我好像拖个两个房间没有问题哦。那接下来第二样东西呢，是跟刚才的 Quick Lever 一样的牌子，叫做 Quick Lever Handy， 对，这个手持式的拿掉灰尘的东西，它是这样子可以折，所以啊它这个很方便的是就是可以这样折，然后什么电脑啊那种，就任何你可能不想弄湿它，或者它很高然后你只想要拿灰尘的地方就可以用这个。这个其实不是全新的，我已经用了一年哦，然后每次都是这样子拿完之后就用手拨一拨拨一拨就再继续用，其实都还可以用很久，它有卖那个替换头的，大家可以看我在家中使用的情况。天哪，虽然我知道这个东西很久了，可是从来没有摸过，这一摸真的超级柔软的，好舒服哦。然后呢，我想要扫的是这边，就是这一个货柜的这个后面的缝缝，然后呢，这个真的够长哎、欸，我这样子放，就是，哎呦，这个是我的日文书，我抽的日文书。很长，所以我就是扫它的后面看可以取到多少的灰尘哦。那这个缝隙很小、欸、可是真的这样这个方法完全进去、欸、我完全进去了完全进去了，好，我就整个给它往这边扫扫扫扫，我一边扫一边一手拍不好拍，我就专心的扫了一下，结果一下就好多头发都起来，灰尘头发它真的好像一下就粘起来，只要你碰到。然后我把它的脏污拍掉之后，也要再来继续使用了。就突然想到这边，这边有一个缝隙，来我试试看。感觉这边好像也是会积灰尘的。哎、欸、哇，好脏哦！我的天哪，超脏的，这个颜色都变了，哇哇哇！这边大家要注意的是，它这个、啊、是不能够水洗的，这种脏污就是用手拨一拨，就是要干的，沾到水可能怕它的抓住力会减弱。然后日文说明书上面有特别写到说，就是不要用它来扫那个车子，好像说它有很多很细的那个毛，就怕万一会刮伤车子什么的。不然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哎，看到这么柔软，可能会想拿去刷车子吧。但是我就算配了一些洗车子专用的抹布还是什么，都比这个粗很多哎、欸，我觉得。刚才这两个啊，收起来就这么小而已，超级不占空间的，发现其实很方便携带。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今天的压轴超级特别的东西，啾啾，可以冲掉马桶的马桶刷。这边日文写说，有过类大布拉西哇，哪个是得谁给子？脏掉了的这个刷子啊，可以直接冲掉清洁，这个我觉得非常的画期的打扫革命的产品哎、欸，我一直没有用，就是因为觉得如果要拍成影片，就是拍自己家的马桶很奇怪的感觉，所以我就一直明明很想用，可是一直没有用，然后一直到那个外宿，忍到今天才想说拿出来用，拍外面的那个饭店的厕所比较不会那么不好意思。哦，那里面包含的东西就是这些，这两个是这个立架，然后
这是它的本体刷头跟它的握把，然后跟它的头。好，它这个很简单，直接这样子拆就好了。对。然后啊，它的这个头说可以冲掉，它的原理就是它是这样子夹着的，对不对？然后我用这边操控它，往上一推，它这边就你看会缩放。嗯，它的立架我也组装好了，就是这样子放。这个东西我真的很早就买了，我在一两年前买的哦。那时候这东西不流行，结果刚刚一查，哎，发现这个东西现在台湾也买得到了，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搜寻一下。我们打开它的花头，味道很香哎。哇，它长这样，四个连在一起，然后就是剥一个来用哦，很像什么化妆一样，可是它就是很硬很厚。这个啊有蓝色跟绿色，我以为是这个颜色的部分要插这边，就不是，你是要插这个白色的。然后呢这蓝绿它有功用，青で洗浄，就是蓝色是它的洗涤清洁的部分，因为它有浓缩的清洁剂在里面。然后呢绿色是防止污染，它好像会形成一个什么防护膜，然后可以防止一个礼拜马桶变得不容易脏。嗯，其实就很简单，就是这样插进去，就这样往后，诶，对，这样就好了，就只是给它夹住这样子。那现在就来去刷刷看了，来刷马桶咯。诶，有了这个感觉，刷马桶好像会很愉悦，让人期待。好，那我就刷咯。哇，碰到了，哇。诶，其实它是好刷的，诶，因为它真的就是有硬度。然后你看，诶，这一碰到水，它那个蓝色跟绿色好像就溶解了，对不对？这溶解速度超快的。哇，你看你看，我这样一刷，你看这个蓝绿的都出来了，很像墨水。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吃饭，就是其实刷马桶这个画面大家应该不太想看吧。那我就赶快带过然后冲掉它吗？你觉得还有哪里要刷的吗？刷一下你自己。刷吗？我真的觉得这个刷头很好，因为你知道就一般的那个马桶刷不是那种刺刺的，有没有那个像毛刷的，然后你这样子一刷啊，就常常会有一些就是污垢卡在上面，那你要洗它也不是，对不对？就是很尴尬，然后你又不可能用手去那边拨拨洗它什么的。好，那我就不要给大家看这个马桶的画面太久。好，我会按咯。好，哦，好，那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卫生纸一样哦，所以应该是真的没问题，不用怕马桶会卡住。好，我会按咯。马桶我要。我觉得很赞哎。好，那今天介绍的这三样东西，我自己个人都觉得超级实用，很推荐给大家，而且在台湾也都买得到。那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因为生病了之后就心情很不好，都窝在家没有出门，然后才会就是更加就是看这些这种家里的打扫的东西啊，或者是什么厨具啊，这种家庭主妇会看的东西，就开始迷上了这方面的那种生活物品。往后还有很多我自己觉得推荐的什么厨具啊，还是什么，很想要推荐给大家。那大家今天介绍的这三样东西你们都有用过吗？还是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那如果觉得影片有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哦，然后也别忘了订阅频道，然后还有其他的类别影片也请看看 Facebook Instagram， 有常常在中日文更新，也欢迎追踪。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拜拜。